眼中的快樂是幸福 ，happiness 是幸福。佢同 happy 係唔同嘅 ，happy 就係快樂，係好快嘅樂，係一種短暫嘅，係一種情緒。但係將呢個 happy 延續落去就變成 happiness。咁我追求嘅，我希望係一個階段嘅快樂。我曾經聽過一句説話，就係唔係貓需要人，係人需要貓。我覺得是很同意的，當他寵幸你，即是伏在你身上的時候，你就覺得、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、這種感覺是、我想養貓的人都會明白的樣。我第一隻貓貓是我真的執到它的，所以那種執到的過程 是有一種覺得哇，好像親生仔一樣，就是因為是你真的親手見到它，執起它，是一隻 BB 的流浪貓的時候，你救起了它，那種的感覺是由小看到它大，那個幸福感是更加親密，更加大。